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汪汪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奇趣乐园积木玩具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积木玩具——奇极乐园益智启迪积木初体验，为宝宝成长量身定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各种各样的零件，可以组装成各种各样的车型。这里有我们的飞机，还有清扫车，各种各样的工程车。现在拆开我们的这一款积木玩具，这边是我们的说明书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程车拼装说明。我们现在来把我们的这些零件把它拆开。现在我们来组装我们的滑翔机。这是我们的滑翔机组装完成。现在我们的狗狗能坐在我们的滑翔机上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积木，它可以变换成我们的滑翔机，还可以变换各种形态，变成我们的无人机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，我们的汪汪队是我们的飞行员，开着我们的这辆无人机坐在上面。这是我们的飞机，可以把我们的这辆无人机变身成我们的小型潜水艇。现在前面放上我们的一个眼睛，这是我们的小型潜水艇。这是我们的积木，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一款潜水艇把它变成我们的飞机起器。
这边是我们的嘴巴，眼睛，我们的记忆，尾翼，这是我们的飞机起器，拼装完成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汪汪队分享我们的这一款飞机起器积木玩具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